近年持续发现许多丰富又营养的植物营养素，引发健康追求者的高度重视。而高雄在地一间蔬食咖啡厅，为将蔬食带入国人饮食文化，以咖啡厅作为出发点，研发出香蕉面，让消费者在家也能享用便利的蔬食料理。陈立祥老板更是以身作则，茹素多年，为推进蔬食的饮食文化尽一份心力。听见花开咖啡厅，其实我们花开一般要看见，为什么会是听见？用意就是希望可以听见我们内心的声音。我们在成立乌巴库商行的时候，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把一些正能量的东西，然后善念的东西，可以去推广给、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。希望用最真的食物去带给客人。那我们在吃蔬食这个区块，有没有体验到就是，其实食材只要新鲜也不需要过多的料理，配到好的水。我们一起去烹煮它，呈现出食材本身的本质，它其实就可以吃到它最美味的东西，然后也是最健康的。与蕉农互惠合作，利用七八分熟的香蕉磨成粉，加入小麦粉，制成直面、细面与波浪面体的香蕉面，变化出多样化、丰富口感，让蔬食也能拥有不同的样貌。那目前我们有提供大红袍麻辣酱，还有麻油姜泥的酱体，还有葱蒜酱体，会有丰富的香蕉粉的特性，就是抗性淀粉，就是膳食纤维，可以帮助我们去排便的，而且它还有丰富的钾离子，可以补充我们生活很需要的能量。那也是我们在做蔬食这个区块，就是每天在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吃得很开心，然后对身体又没有负担。它里面又是属于一个 DGI 的抗性淀粉，你在吃淀粉的同时，你又不用担心它怕胖，然后又有一个很好的肠道的益生菌的功能，跟增加它的蠕动性的功能出来，所以我们才会把这些香蕉面推广于出在市集上，跟我们的花开里面的餐点里面去做料理。所以我们店会强调是手做原食物原型料理，你吃到东西没有过度加工，都是自己手做的，所以要的是属于一个健康舒适自然的状态，然后给大家来环境的氛围是属于放松轻松自在。各式风味的香蕉面体拥有特殊口感， Q 弹面体搭配一口回甘清甜的汤头，能吃到小麦风味，让人一吃成为老主顾，也在网络平台及市集中持续推广，让国人更加了解香蕉面的营养价值。我们在五月中刚好正好也要办一场我们的花开市集的一个活动，刚好的发想就是希望用爱的模式去呈现，那就像我们蔬食也是一种爱地球的模式，那也是一个对身体一个爱的模式的呈现。我们也会想要结合二手摊、二手旧物的回收，这也是对地球环保上一个爱的模式。然后母亲对我们的照顾，如同大地地球跟我们是一个母亲一样，我们也要爱护，也要照顾他们。这个爱的观念，就是我想要去传递的。秉持每次的失败皆是成长的起源，与大家共同守护自身与地球的健康，时常举办咖啡馆的学堂活动，提升员工与自我的学习力，并结合周遭小众品牌报道关于蔬食观念的品牌小报，以此将健康饮食融入你我的生活中。我们希望能够将善念像水滴般的涟漪扩散到四周围，然后让健康的饮食能够传递到各个人的手中。